本期节目由想听刘涛开门课的人不中手拿笔记撰稿。工作日晚八八八八八九十点吧，腾哥来摸摸摸摸摸头见黑衣。你怎么样？能起来吗？好。最近啊，又听说这个女明星背后撕逼的小爆料啊！哎呀，你要么说这个女明星扎堆的地方，咦，挺吓人。你以为都像欢乐颂，其实都是小时代啊。所以我们今天选了一个娱乐圈同性缘最好的人来给大家讲讲如何在女人堆里窝得见不被挠到脸，甚至还能交到朋友。这根本不可能。那我们选的谁呢？厉害了啊，人家能把合作过的这个什么林心如啊、李心洁、蒋欣啊、什么郑爽、许晴这种人，那都能变成女友，都能撂倒啊。快说，还能把这个竞争对手秦雅璐变成闺蜜，我的天，两个人合伙开公司变废为宝，这人谁呢？说，刘涛。先来看看这个刘涛是如何把女同事变成朋友的。女明星交朋友，你想啊，这个困难程度，那不比你在大马路上随便拉一个人就跟人家说，咦，妮儿，你微信号是多少？滚蛋！哎，不比这个差。而且刘涛啊，也没有像正常女生交朋友一样，呀，你衣服真漂亮，你怎么那么白？虚伪。人家的秘诀呢，是能用嘴说的，都用实际行动去干啊。你做不到，放肆。比如说参加这个《花儿与少年》第一季，他就看出正值生理期的许晴，哎，身体撑不住了，那我不玩了，陪你。我能请假吗？你呢？我要陪着你吗？反正我也没什么，你也不想吃饭。我看许晴姐她今天不是特别舒服，她可能走不了那么久的路，那我觉得总得有个女孩陪着她嘛。大家暴走的一天回家，是啊，哎，刘涛呢就给许晴来个邀请，给凯莉削个水果了，对香港来的佩佩姐单独对话，那我就配合你啊。炒咯，炒啲肉丝咯，啲菇，同埋呢个炒蛋得啦，咪。但是到了大家一块沟通呢，哎，那就照顾大家的感受，还是普通话走起。这个呢是四个鸡架子，上面有四个鸡屁股。那对于这个年纪小的李菲儿，那就看出来，哎，爱美但缺钱。那我就不买了，给你买。如果你要看见了，不是特别贵，我愿意分一部分钱帮你买。真的吗？真的。所以啊，他不仅在节目里和谁都没有撕逼，下了节目还能经常聚餐，好的跟一家人似的啊。所以说，谁告诉你的什么呀？自古套路得人心啊？屁！毕竟弗洛伊德那就说过，只有设身处地的着想过，真心朋友才会多，那些日子也不算蹉跎。你的妈，这是绝艺呀！那有人就说了，哎呀，这个花少团那都是刘涛不同年龄段的，不存在竞争，同行才是远大同。咦，能看能不懂了不是？那我们就来看看和刘涛在同年龄段中是如何把竞争对手变成朋友的。老厉害，本宫倒要会一会。2014年因为合作这个天龙八部，刘涛就认识了蒋欣。刘涛人家早年成名啊，当年是以当红女主的身份面对初入职场的小透明蒋欣。之后呢，蒋欣迅速走红，和刘涛平起平坐。你看就这种你追我赶的竞争，那最容易红眼了。刘涛怎么做的呢？不傲娇，不摆谱，大方承认对方的业务能力。他演技比我好，这是实话。我在拍戏现场的时候，我就会被他所吸引住，就是他是有他自身的一个强大的气场和魅力的。你要知道，对于演员来说，说出这个难度约等于承认你的闺蜜比你好看。而且，哎，人家大姐的姿态没有摆在资历上，而是摆到了生活中。你就比如说蒋欣空窗，刘涛就操心为她张罗对象，普及婚姻好处啊。蒋欣单身过生日，刘涛就送人家999朵玫瑰。去年她生日的时候，我是送她999朵玫瑰。我的天，要是能有个这样的姐姐，忍不住就说了，宁愿塞回肚子里自己去当二胎啊。所以你看，没拿竞争对手的态度去对待别人，人家就不会成为你的竞争对手啊。哎，这块我没括弧一下，涛啊，你就别担心了，虽然蒋欣单身，但他胖瘦两人呢。刘涛还神奇的变身为宝了呢，秦海璐。世间竟有如此出尘绝艳。你看他们俩同龄，红眼家庭剧小媳妇儿，好尴尬呀。这俩人啊是合作电视剧认识的，但刘涛就发现，咦，我们俩都没经纪公司啊，与其竞争不如抱团。那么机智。跟秦雅璐还不是特别熟的时候，涛就张嘴邀请人家来给自己当伴娘，火速发展成为了好朋友。他做到了，日常接戏那可是都会来过问这位好朋友的意见的。你看这没经纪公司的老两位干脆合伙开了公司，你看看这把牌离胡这个什么感情破裂牌那可就只有一个六孔的距离了。道理是这么说，不过你也看见了，在专业领域上我还是很尊敬他，很信任他，看来他一定是做大事。
你瞅瞅啊，对待闺蜜，对待事业上的灵魂伴侣，刘涛都是有不同的方法来化敌为友。问题的核心就是咱先不能傲慢。哎，弗洛伊德说得好啊，弱小和无知不是生存的障碍，傲慢才是。那总结一下，就是因为性格上的大气，刘涛可以和各形各色的同性相处，比如说和老搭档胡军的妻子卢芳，哎，刘涛呢就日常不时给卢芳的话剧做宣传，还有汉的前任爽。刘涛在横店拍戏的时候就经常照顾郑爽家的炸鸡店，连郑爽妈妈都说好。像那个刘涛啊，就是因为刚开业的时候正好是他在横店拍戏，然后就经常来让司机来买，都是几十份几十份的来。我很感动，只要在拍戏的时候他出国那就不差钱。他总会送我们礼物，比如他去国外玩他都会回来送我们包啊什么的，反正就对我们特别的好。我爱女啊，日常在剧组那也是 real 细致，什么请客吃饭喝起酒来相当豪爽啊。请问你们觉得酒量最好的是谁？刘涛。你就说刘涛能大气到什么程度，哎，连他代言的品牌山图葡萄酒那都要免费送我们去法国呀。你赶紧去发发自拍啥的就能去了啊。不说了啊，我去自拍了。你养牌签是干啥用的？就是用在这时候的，赶紧去啊。我说这次的机会我们一定不能错过。搜索关注鲤鱼打挺腾节目微博，观看节目听腾哥给你理性讲述。爸，你一枪打死我吧。你珍藏多年的山图葡萄酒全部被人搬空了。你说吧，我想跟刘涛去法国葡萄酒庄园。钱的事儿您不用操心，山图出了。够了够了，葡萄酒庄园我还没去过呢。改命真的很难，但就算再难我也要坚持下去。因为山图的干红葡萄酒丰满浓郁，层次丰富，回味悠长，真的很好喝。有些事不知道该不该跟你说，压在心里好难受。你快说呀。我要自己一个人去法国当山图大师了，还有刘涛和我一起喝酒。为什么？为什么是法国？因为人家的葡萄酒就是法国原瓶进口的。今日是为何事而来？特地为天书王前来求取贤事，恐怕是要让众先生白跑这一趟。难道将军于天机还有牵挂？皇上亲手酿造的山土葡萄酒强身健体，美容养颜，我割舍不下呀。小西不用忧心，这么牛的山图葡萄酒京东天猫均有开售哦。